好的，一条绳子，一个铁环子，把铁环从绳子中间取出来，一二三，隔空把它穿到回去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个纯手法魔术，来帮忙戳两下屏幕，点个赞支持一下，现场教学了。好的，把铁环拿起来，另一只手过来的时候，快速用大拇指把绳子勾过来，假装把它取出来，其实它还在里面的。你只要一放开啊，它就回去了。点赞关注，每天学魔术。